边的两个乐团都是正式的电子游戏啊。啊，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对，谢谢，谢谢大家。就看到用路人有说，其实不塞车是最好的中秋礼物，蛮欣慰的。你这次打了几分？现在还在考试中哈。我们想说，因为说一开始哈，我们算是有控制住整个能够让交通比较顺畅。不过我们也是要严阵以待。因为随时的一个交通的事故啊，都可能影响路况。可以请教一下部长，就是这两天的前两天的国道状况，您满意吗？这个相对过去啊，这一次中秋连假的疏运啊是比较顺畅啊，特别是在国道公路系统方面啊，我要特别哈感谢所有的国人啊，特别是这个用路人。能够配合跟支持我们的疏运措施，那充分的掌握路况那能够进行分流，这个部分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在中秋假期坚守岗位的所有我们交通部还有这些警察同仁能够坚守岗位，那也要感谢国人支持我们的疏运措施。那严厉的考验还有最后这两天因为现在是北上在国道方面进入今天也会下午之后进入比较高峰期另外就是在双铁这个今明两天预期的这个运量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会加强提供更好的公共运输的服务，也鼓励大家能够多搭乘包括双铁跟国道客运等公共运输。